我觉得2023年对我而言最热烈的一件事情就是参加了乘风2023，在里面呢，我认识了很多很棒的姐姐们，然后呢，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认识、自我的成长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自己做了这个决定。然后当然身边也有人就是鼓励我啦，但我觉得这绝对是我人生中最难忘、最深刻的一段旅程。2024年呢，我希望能够顺利完成我的新专辑，二专要来了，终于 finally 陈嘉桦姐姐要来了，然后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次做音乐的所有的想法跟理念，然后也希望透过音乐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，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观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些音乐里面找到一点点感动，一点点安慰，还有力量。